厦门的主论坛，漳州的分论坛，可以感受到大陆各地的组织力量何其强大。这种力量的组合，就是整个大陆欣欣向荣的动力。从血缘上来说，我们身上流的都是炎黄血。一个人可以选择工作，可以选择配偶，可以选择朋友，但是祖先不能选择，我们都是有共同的祖先。作为祖籍是漳州的我，能够站在祖先劳动过的土地上，这种感觉尤其好。所以我们都姓中国姓，都讲中国话，都写中国字，都过中国节日，都遵从中国神明。总之，文化交流是心连心的工作，经贸合作是手携手的工作。把这两项工作做好，海峡两岸没有理由不能够共创和平，共促融合，共谋发展，共享繁荣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两岸融合发展，共同提速振兴中华。